滴答，超热，热到吓死我，完全没法穿住衣服的那种感觉。香港的这个台子也好可爱。哎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？哎，我真的会死，我想哭，我真的提不上去，还要下来帮我。人很多，然后很缤纷。谁懂我？到底谁懂我？这到底是七楼的房吗？那个房东说那个电梯回收，叫我们走楼梯。让我死吧！我真的很想哭，有人懂我吗？请看一下我们的 Airbnb。还行哦，有人可以理解我为什么今天什么都没做，然后比我还忧愁这样子吗？我讨厌穿。我们现在长得很糟糕。晚上的唯一休闲资产就是出来吃个饼。这个冰是我吃过这辈子最快融化的冰。泰智带我来的第一个观光景点。维多利亚港。耶。这个就很多人在限动堆打卡了，很漂亮。耶，我们浅逛了一下那个维多。维多利亚港，然后先回去休息，因为今天没化妆，不想拍照，回家。这个贱人，又来找我吃宵夜了。现在是虾什么虾子？这个云吞虾子捞面。云吞虾子捞面。云吞虾子捞面。明天想吃楼下那个蚕丝。吃完宵夜喽，刚刚随便就是这样浅吃一餐，就吃了快200的港币，我就吓死了。See you. Day two 的 HK， 现在几点？现在是下午的4点钟哦。我们要去吃午餐，狗狗。早餐吗？对，早餐。这个人带我来香港吃。开始吃这个，点了芋香奶茶，好像在台湾的绿盖，还是熟悉的样子。耶、yeah, ，笑死！又来吃这种台湾的玉米蛋饼，皮很脆，好吃。鸡排饭 and 卤肉饭，来动来。这边的人也太多了吧，多到很混乱。我在这吃东西。终于来跟我们会合的人，耶、yeah! ！老板一看就看出他们两个是兄弟，是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难道是我错了？其实不是。其实他怎么有点像啊？有人说，大家都说他们像兄弟。不是。两兄弟也不是。没有血缘关系。这一南一北都不认识。哈哈哈哈哈！哇，这边现在很潮流，这种打扮好像韩国啊。老板对他们大力称赞，嗯，帅得很呢、啊。这人点了牛肉面。嗯。他现在已经想拿刀杀了你了。快点走啊！走啊！一、
小姐，怎么了？今天你有事？你们两个可以背我吗？现在有两个人要有力气了吧？但张浩宇拎的，他把我是什么垃圾吗？不知道用拎的怎样？有，我玩过这个，我超想要试试看的。像害死我！去死吧你！自己的那个我小时候也有玩过好吗？怎么样？我们现在要去 Apple 耶，希望你可以买到。对，我们要去买那个情侣同款耳机。两个现在在香港那边当聋子。哎，回去找可乐。我现在要挑战在那边剪刘海，希望我大家不会生气。可是几分钟七十有点贵。对啊，我这边七十多少？五十人民币。好酷。我们现在要去吃晚餐。排档。谢谢啊。嗯，有这领好了。然后我们 DJ 的就是吃饭。Today is day three。我的拍 vlog 那个手是这样。今天我们三个都穿全黑，真的看起来很不吉利。这个头发有过像我阿嬷的，都可以住一只鸟。我从后面看怎么样？很像阿嬷。也太大碗了吧！呜！显示一下几个。这个辣跟我们那个辣不一样，还好吗？爽吗？今天要去吃一兰拉面。什么一兰拉面？一兰啊？那日本没吃过吗？吃过啊，台湾也有啊。台湾也有。由于我们要一直逛街的，所以。不知道有什么好展示给你们看的，先这样。发现了一个拍照很港风的地方，呜！真是会买。现在是补眠时间，然后严太子跑来可乐这房间，这样单独自己这样躺着。然后刚刚可乐问他说为什么来这里睡，他说因为他还没洗澡，真的很贱。因为现在发现那个裴勇跟凯浩他们也在香港，所以我们就要去浅见一下。三年没见已经不是朋友的朋友，咕咕。这哥穿成这样这么黄，怕人家认不出来了，许明星。天哪！敌人感的。敌人，你闻到敌人的味道吗？天哪！有些人回头后就发现。对不起。原谅我吗？走开！他们有病啊！他没事。哇！好久不见。原来是。可爱，干吃同类、哦，那同类不是鱼哦，是黑色。这两颗是什么？哎、欸，那个马来西亚的厂商还有人怎么配合？我为了你这一个之后，我们就和好好不好？我不想。对对，这个酒不要放我。我们和好好不好？我觉得你要用嘴巴喂它、欸。
可以啊，我不行，你敢吗？我不行，就一人一边啊，一人一边。来来来，来了。很好喽，看我们后面想很好、欸，快了，来喽！一说到吃，你看马上把又，我要他原谅我快一个月，他不理我。那一说到吃，马上要吃了，我不要吃了，我不要吃了，好了好了，没事了，我不要吃了。很好喽，很好喽，好没事，没文没文化，哎，你这真的很难吃。有些人回头后就会发现朋友都没了。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老板分就嘎嘎嘎去。什么嘎嘎去？他叫你去睡觉。怎么？阻碍人家做事。他在叫我们找啊。没有没有。找他，我们定上一位。要死。嘎，肚子饿了。OK。好猛啊！广东话超强，我们今天在那个台上，然后呢，他用广东话讲全程，这么强，台下就是一直被他逗笑，因为我都在说他的坏话，而且他都不懂哦，他都不懂，他就在傻傻的笑，全程的观众都在大笑，只有他保持微笑。你问一下他们两个谁比较帅？谁比较帅？因为我们在用，我们等一下请客，最后票最少的请客。你喜欢壮的吗？看起来是都不怎么样。你喜欢的男生类型是有才艺的还是颜值的？有才艺。有才艺，那就是我了。我们一人才艺表演三十秒。凭什么要观众看你才艺？哇！才艺吗？来，你过来。你想干嘛？干嘛？好期待，因为连我都不知道要干嘛。你们真的很有事啊！路边性骚扰，真的真的性骚扰。来，你要选啊！你要选你选一个真心的，不要怕伤害他们，他们脸皮很厚。对，他们脸皮很厚。徐凯汉真的很没用哎！录影片，录影片。你终于喊姐姐来帮的。姐姐，姐姐。连队，连队。连队，连队。你终于喊姐姐来帮的。唔系，台湾。台湾啊，点解要打咁样？是蛋啦，是蛋啦，是蛋咯。什么？有选出来的吗？我们刚刚点了面包，然后他说没有面包，那我们说那什么吃的？他说就没有面包，那叫我们自己继续看。然后我们点了，他又说没有，到底有什么不告诉我们有什么？我才刚成功点了一个面包。我第一次看到我们马来西亚的天王这么低声下气的样子。我该跑去找他，他说什么？说你找那个。这边的人都好凶哦，我不敢在这边生活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但这个感觉是他们的日常。对，这可能是，就是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凶，可对他们来说就是一般讲话。嗯，我觉得是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。好啊，这有筷子跟筷架，然后呢？筷子给你了，把筷架给我。哇，你怎么那越来越厉害了？哎呀，我吓到，因为没听过。我第一次听过。第一次听，他进步了，大家。这是你新的吗？没有啊，看到这也是看到的。筷子给你，筷架给我，有啊。可以啊，我觉得非常的浪漫。40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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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0
他比我还丑。
哦，谢谢培勇哥哥哦，祝你在马来西亚龙头继续发大财。再见咯，我的废物朋友们，无聊到无凌晨五点，有够好聊。好了，再见，拜拜拜。我想看一下这个斯文白滑的酒窝亮面，逛逛望酒。我们来这边就是想要看那个很多霓虹灯那个地方，这个点他是说好像其实都很多都拆掉，就没有那么彩色了，但是可以来逛逛。搭船回去，好的，我们现在要来去吃澳洲牛奶公司，就是网友推荐的店。我朋友刚刚问我说，我们两个到底都在这耳机，整天戴在头上，太喜欢了，时尚潮流女，这是我们的单品。单品也太单，每天都戴这个。最后一天喽，再见了，宝贝。今天你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？今天什么日子？今天是结婚日。Yes， 滚。再见喽，别再惹我生气了好吗？是我没点头。